好，我们来算这一题的微分。dy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2倍的 tangent 一减二 s 平方 d tangent 哦，一减二 s 平方一加，哦，这一加，它这等于多少呢？2倍的 tangent。一加二 s 平方，它乘以多少？哎，tangent 微分多少是等于 secant 一加二 s 平方 ，secant 的平方再乘以 d 一加二 s 平方，然后这个取规律又变成4x 乘以8x tangent。一加二 s 平方 ，second 平方，一加二 s 平方，二 dx。